同学们大家好，那么本章呢主要是进行实践的内容的学习。那么这本章我们将会首先实现一个双线链表，接着呢我们在实现了这个双线链表的基础上来实现内存的置换算法。那么在这里面具体就会实现这个 FIFO 算法，先进先出算法，然后呢是这个最近最常使用算法 LRU 算法，还有这个最不经常使用算法 LFU 算法。那么对于本章的实践，其实内容呢是比较重要的，很多公司的面试都会问到这里面相关算法的具体的细节。那么本章的设计呢，也是为了让同学们对这些算法有一个更好的认识，并且能够自己去实现相关的算法，以应对一些面试。当然了，这部分内容呢对于相关算法的进一步理解也是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在实践之前呢，我们先来回顾一下这三个算法。首先是这个先进先出算法 FIFO 算法。那么对于先进先出算法呢，它会把这个高速缓存看作是一个先进先出的队列，并且在发生置换的时候呢，优先替换最先进入队列的字块。接着呢，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最近最常使用算法 LRU 算法。那么对于这个最近最常使用算法呢，它其实会优先淘汰掉一段时间内没有使用的字块。那么有多种实现方法，那么在这里面呢，我们是使用这个双线链表来实现这个 LRU 算法的。那么我们在实现的时候，我们就把当前需要访问的节点，也就是我们的字块，置换到链表的最前面，保证这个链表的头部的节点是最近使用的。那么当需要淘汰的时候呢，我们就把链表的尾部的节点淘汰掉就可以了。那么这个呢就是 LRU 最近最常使用算法。接着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 LFU 算法，最不经常使用算法。那么对于这个最不经常使用算法呢，它其实是发生淘汰的时候优先淘汰掉最不经常使用的字块。那么为了记录这个最不经常使用的字块呢，我们就需要一个额外的空间去记录每一个字块的使用频率。那么这个呢就是 LFU 最不经常使用算法。那么这些算法呢我们在前面也已经介绍过了，如果有疑问的同学呢可以观看之前的一些视频。接着我们再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本章的内容的实践的一个过程。那么首先呢，我们先会实现一个双线链表。那么为了实现这个双线链表呢，我们将会首先实现一个 node 类，这个类呢是双线链表里面的节点这个类。接着在实现了这个 node 类之后呢，我们再实现一个 double link list 这个类，那么这个类呢就是双线链表的类。那么对于这个类呢，我们将会实现这个 pop 方法。那么 pop 方法呢就是弹出链表的头部节点，同时呢我们还会实现这个 append 的方法。那么这个 append 的方法呢就会把节点添加到链表的尾部，这个 append 的方法。接着是这个 append front 这个方法。那么对于这个方法呢，它的功能就是把节点添加到链表的头部这个功能的。最后呢我们还会实现这个 remove 方法。那么对于 remove 方法呢，主要是删除掉链表里面的指定的节点。在实现了这个双线链表的基础之后呢，我们就会来实践这个置换算法。那么对于置换算法呢，我们主要是实现一个 catch 的类。那么对于这个 catch 的类呢，我们主要是实现两个 API。首先第一个 API get API。那么对于这个 get 方法呢，我们将会返回这个 key 所对应的 value。如果这个 key 的值呢在这个缓存里面的话，我们就返回这个 key 对应的 value， 否则的话就返回负一。接着呢我们还会实现这个 put 方法。那么 put 方法呢，它接受两个参数， key 参数以及 value 参数。那么这个 put 方法呢就表示说我把这个 key 和 value 的内容添加到缓存里面去。那么这个 catch 类呢主要是实现这两个方法。那么了解了这里面的我们实现的步骤之后呢，我们将会进行这里面实践具体内容的学习。